那我们现在欢迎六年四班第二组，看看他们做的改变是什么。好，我们欢迎六年四班的大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报告人一号刘瑞婷。大家好，我是报告人二号吴家勋。我们 DFC 的组别是访问大作战一感受。对学校有很多蚊子，有什么感觉呢？很不舒服，很烦，很想杀了蚊子，很困扰。还有传染病的传播，很痛苦。当我们遇到蚊子很多的时候，就会发生这种状况。一，我是蚊子，怎么又是你这只蚊子？我要杀了你！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，夜吃鸡。哎，你去哪里啦？哦，抱歉抱歉，回归正题。哎，二想象，一买防蚊液，不行，因为需要钱。二到处都放电蚊拍，还是需要钱啊，所以也不行。三到处都放捕蚊灯，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钱。四请教自然老师，这个可以。五种香草防蚊植物，这个一定可以啊。三实践，最后我们决定要种香草植物，还有防蚊植物。大家看到这上面这两张照片，这一张是我们还没有种植物的时候，大家看一片狼藉，很无聊。然后那个地方是我们和主任在讨论我们要种什么植物。然后下面这两张图呢，就是我们种植物过后的情况。还有这些植物呢，都是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午睡种的，然后常常因为啊种太久忘记回教室，所以就被老师骂了。然后我们把植物种在了学务处还有辅导室的后方。然后这是我们种的花花草草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蚯蚓，你看多么大只啊！这就是让我们尖叫小组崩溃的原因啊！有蚯蚓，好恐怖哦！是分享。最后我们就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啦。接下来是有奖征答，有三题，而且有礼物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这边写。一，我们种植物的地方在哪里？数到三哦。一二四五六，一二三，多练点先。第二题，我们的组别名称是一二三。防蚊大作战。第三题，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让尖叫小组崩溃？这里哦，一二三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一二三，你不管，这几首歌要动了，这么快，这么快，
这个蚯蚓。还有最后，请大家不要任意算在我们种的植物，不然我们会很心痛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非常。